天可以看到呢，我马斗身上所穿着的都是属于运动风的英伦系列内衣，它的设计呢是以英国的国旗图文来做主题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model 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比较非常适合夏日多变的穿搭需求，是用短背心利用无钢圈的设计，可以让我们夏天呢没有束缚更自在哦。除此之外呢，这种内衣下缘呢更利用宽板的弹性，Model 上所穿的呢是采用两种非常畅销的版型设计，是属于四分之三罩的暴露版型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罩杯前中心呢向前倾斜，所以可以让我们胸型穿上之后更能够自然上挺。有条纹设计，还有点点设计，就像今年夏天都可以让我女生都非常的百搭，甚至在罩杯上也加入我们的蕾丝，可以除了让我们女生可以搭配外衣之外，更能增添可爱的风格哦。那现在大家所看到我 model 身上所穿的条纹风格，就是我们 Easy Body 这一新流行泳衣款式，采用两件式的。那我们的裙子呢是非常飘逸的两层，让我们女生在穿上去走动之间呢，都能够非常的飘逸又俏皮哦。那我们一样的泳装，你的豹纹风的泳装，一样是采用两层的圆裙、蛋糕裙的设计，可以让修饰我们女生的翘臀。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泳衣上缘呢也起来用了花瓣型的设计，可以来增加我们的视觉效果。这里品牌代言人袁爱菲，爱菲出场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让我们请爱菲稍微走一下台步，也让我们所有的摄影朋友们可以简单的拍一个照片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爱菲身上所穿的就是我们 Easy Body 的电视广告款，上面用了泼墨的设计，也可以让我们的爱菲身形也更加的丰满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爱菲有非常夏天要到海边的装扮来跟大家来见见面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Easy Body 今年夏天最新流行泳装的款式哦。好，那我们再三秒哦。好，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再让所有媒体大哥们补拍哦，请大家今天再稍后一下下哦。请 model 往前一点点，跟我的爱菲一起合拍好吗？好，那我先看一下大家中间的媒体大哥们，稍后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美人三项挑战赛哦。好，那我们左边右边看一下，来右边看一下哦。OK， 好，那我换左边再看一下。